到了五路财神宫、敬奉各路财神以及官老，中原普渡帮信众大普，落实用心以及永续发展理念，准备邮寄的普品以及使用环保金纸普渡以后，各种普品分享给有需要的人。桌顶满满澎湃的普渡贡品，但详细看有未少是有机的食品。这是到了五路财神宫帮信众大普的普渡法会，找来台中清水的团队。桌长讲，虽然普渡会上定看到是伫咧十五号，但其实规个农历七月拢会当来普。五路财神宫董事长吕龙说明，为着和好兄弟甜头个甜尾，所以因是特别选伫咧月底来办普渡会。伊十五人会讲啊，我十五来拜一下普渡公，啊来拜这个地官。哦，啊拜拜了后，遐个祭品怎来布施吼，即个好兄弟啊，哦，啊就通俗，咱就是七月十五来举办。但是即个属龙工商，若讲是七月十五，大家吼不一定有闲，所以到七月初到二九，逐工拢会使来普渡。因为吼，阮就是讲希望讲，咱一个月，咱个好兄弟啊，伊是七月份吼，为即个七月中元吼，七月头甲七月尾拢会当甜头佮甜尾，会当规个月拢真澎湃，拢有美食好食。所以咱甲北京无共，咱普的是即个七月吼的下旬，就是二十外号只，每一年拢是普伫二十多号这个日子里面这样子。除了普渡好兄弟庙方水面，为了响应环境保护，发挥用的金纸拢是环保的，这些普品嘛来选择用有机的食品。另外普渡物资，因是拢会来做爱心，唔那是做功德嘛来做公益。董事长，我们这次普渡的这个贡品好像都是有机的呢。对呀、啊，很多、哦，来看看哈、哦，我们这个有机的五谷粉。对，我们因为我们比较注重养生，我本身也是很注重养生的一个人，所以特别的对这种有机我特别喜好。啊，我介意食，希望讲咱来参加咱的普渡法会的信众同款，嘛是用有机的。啊，咱的因为咱这有要送啊一挂弱势团体。啊，咱本宫的这个中原普渡的这个贡品吼，咱拢来吼要来这个寄付啊，所谓这个弱势团体，啊，甲着一挂高龄医需要咱帮忙的弱势团体吼，你若需要，会当来咱本宫来索取，咱服务人员吼，你来甲讲，伊就会来吼，甲你安排，互你来领取吼。啊，希望讲咱本宫除了来普渡这个好兄弟以外，也会当来响应吼，这个帮忙的弱势团体，会当让咱来参加普渡，有双重的功德。希望大家那是吼每一年要参加这个法会，会当来到咱本宫来参加咱的普渡法会，来一起来做功德、做公益吼。到了五路财神宫，供奉各路财神以及月老，因为二四点钟开放，加上完善的网络线顶服务，特别受到少年人的欢迎，信众遍及世界各地。除了普渡以外，庙方也讲，民众不管是想要报灾口，或者是救姻缘，拢会当去参拜、品尝因准备的财神水。记者柯山采访报道。